我觉得他就是嘴巴很贱，平常说话就是都会用那种。你才长得很贱。对啊，说起来好话，说起来，我才很贱，感谢。好，感谢。长得很贱，这样真的是。他回家走先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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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说，因为我那天主持，然后本来约好说主持完大家一起吃饭，所以他们先去餐厅等我。结果因为我整个delay了，所以我到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吃完了，我delay了快2个小时吧。好久哦。对。因为没想到，因为主持状况很多啊，所以就delay了。然后其实我去到那边的时候，因为我很饿，然后又很累，然后顶个大浓妆，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已经吃完了，但是餐厅是有限时的，所以也不可能再陪我吃。然后我就说我都来了，你们居然吃完了，然后他们就没办法，因为太晚，对，然后就说哦，那好吧，那就我们就解散就好了。但是我其实也是特别去那一趟，所以等于我就解散的话，等于我自己要回家。然后他就问我说：“那你要吃什么？”我说：“那没关系啊，我们大家就解散好了，因为也不可能6、7个人大家陪我一个人吃嘛。”我就讲说：“我自己回家的时候买个东西吃就好了。”他就说没关系，我们可以陪你吃。他就一直很坚持要大家陪我吃。我说是真的太麻烦。我还会变独居老人，你知道，回家一个人吃饭。对着他的鸟。对，他就真的很担心我这样。后来我们就大家就到他车子上，我就说那就真的解散吧。然后有的人其实就走了，但我还在他车子上，他就居然在东区一直绕巷子。我说你不是要载我回家吗？他说你赶快看你想吃什么。但是9点多快10点，很多店都打烊了。我就说算了啦，就放我回家，然后大家回家这样。但他就很坚持，就一直绕，然后好不容易绕到一个面摊还没收，然后他说那你要不要吃那个？我就说好啊，那我买回家吃。他说没关系，我陪你吃。哇，好贴心啊。我们就买了面去一个朋友的店，然后重点是要买面的当下，因为是东区巷子里嘛，然后我要下车前我还说，但我今天没有带钱包，他就默默要出门忘了带钱包，他默默的把他钱包拿去吧，整个钱包都给我，然后就下车去买，很温暖的那种，对，刚买完回到车上，他就载我去吃饭，然后就心想说，哇，这真的算是贴心的，因为如果是一般可能是男朋友的话，可能真的就叫你买东西回家自己回家，就把你丢回去了。对，这相比之下更贴心。对，真的，对不对？这想起来，我好想念我的好闺蜜，先大家打电话给她。多久没联络？有一阵子了，有一阵子。因为今天的我，她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贵人的角色。哎呦，是。那时候我在补习班上课，7天天上课。有一天，她就来看我。她从纽约读完书回台湾来看我。她站在后面看我上了一堂课。哇！她就跟我说：“哇，露比，你上课好辛苦哦。”那么他就跟我讲说，其实你应该走到荧幕前，你躲在教室里太可惜了。他看到你这一面，他就给我一个给我一个想法。对，那我说什么意思呢？他就说你应该拍可复制的东西。那我说啊好，那我就拍了一套高中文法总复习。可是我完全不懂这个行业，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摄影的人。第一套是他免费帮我拍的。哇。用了大量的蒙太奇、唯美、柔焦这样子，奠定了徐薇美丽大方的这一面，真的蛮感人。因为他有器材，他懂，所以他帮我拍了这8个小时的高中文法总复习，那就是我第一套产品。贵人，贵人，对，他也是鼓励你出来，鼓励我。天哪！然后啊，当然我有给他基本的教材的那个材料费什么啦，有了，他帮了我这个忙，我第一套大卖，所以后面奠定了我先听走。我听这样，刚从第一个到第四个，然后后来聊的，就觉得哎，他们很贴心，真的，同志朋友一直很关心周围的人，特别的细心，很细腻，很贴心。你永远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他就会出现。但是谁去倾听他们？你必须可能要去花更多的时间去理解。去接不接纳是一件事情，但是你要去理解，不要带有仇恨，不要带有批评，不要带有自己偏颇的价值去看待这事情，因为这个时代是需要更多包容的，这个社会需要的是正面的。对，
但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要扮演那个角色，对，去倾听，一个很 loving 的一起，好，来，谢谢四位来宾精彩感人的分享哦。